第一题，下列哪一种电器不是电流热效应应用的原理？那这里给了电熨斗、瓦斯炉、宝丽龙切割器跟电锅。第一个瓦斯炉就不是电器，它是燃烧天然气或者液化石油气，靠着燃烧的化学变化产生热能的，所以它当然不是所谓的电流热效应。所以第一题问我们说哪一种电器不是电流热效应的原理的应用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B 瓦斯炉。